深山藏古寺，云里听梵音。天竺路338号有一座法喜寺，这里是杭州最美寺院。在大殿的墙面上看光影舞蹈，在寂寥的古刹中，金色的迷雾里有水杉细细飞落，禅意绵绵。树上一串串的红灯笼是它的与众不同。清风拂塔，吹落了树叶，动摇了经幡。此后又是一场雁过无痕，去留无意。烛火摇曳，梵音不绝，与曲径通幽处把未了的心愿与佛一诉。世人皆晓灵隐，显闻法喜，这便如释迦牟尼所说，今生相遇便是有缘，若是无缘，擦肩释然。